我有一个朋友，大约在10年前他就消失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只记得他叫林格，还有他的初恋叫秋倩。命中注定，就是我在很多很多人中间一眼就能认出他。我好像做了一场梦，有一把刀，一辆车。你相信？你相信时间能够倒流吗？如果需要用你的时间和生命来拯救我，你为什么不问问我愿不愿意？难道因我而死就是你必须承担的命运吗？难道只有我的生命是重要的吗？那我希望你也能好好的活下去。如果时间可以再次倒流的话，不知要跑向他多少次，甚至需要用生命做代价。